王一博票房号召力好强，长空之王预售两小时票房破千万，领跑五亿档电影，现在还在持续增长中。期待长空之王，期待王一博雷玉。有粉丝安利说，王一博的确有票房号召力，但最重要的还是电影本身质量好，尊重观众。话说王一博接的电影都挺厉害的，无名质量上乘，画面和内容都让我觉得看这种电影简直是一种享受。4.28 日即将上映的《长空之王》看了预告也很不错，很期待。悄悄说一句，看帅哥为了祖国开大飞机翱翔蓝天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热血的事，非常酷。还有网友说，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已经通过无名有所展现了，《长空之王》是他上映的第二部电影，将进一步验证他的实力。王一博最可贵之处在于各种类型的片子他都能演，衣冠楚楚的地下工作者，坚毅果敢的试飞员，执着憨厚的底层街舞小子，都能准确演绎，形象百变，不受局限，必将成为中国电影圈的新兴力量。小编觉得好作品好演员相辅相成吧。4月28日可以亲近影院观看我国自造战机的试飞员故事《长空之王》，还可以各平台观看票房9.31亿的谍战大片《无名》，谁说都不准，自己看过才知道有多好。娱乐资讯大播报。